新闻继续来看，是江宜的检署邀请到目标大使李宗霖含接到民间五中一，共同来举办的实在木纳雕刻联展，个性相当朴实的两个人，待人拢真真心，对着艺术创作嘛拢有真高度的热情。这一届连续展出的木含雕的特展，对即日起一直到八月十八号为止，在江宜的检署的大厅来展出，欢迎民众会当踊跃前往欣赏。对这入去在家己地检署展出的实在木纳雕刻联展，身形真高大，簇拥的两位大师吴中耀老师刻石啊，李宗霖老师刻茶，两个人个性拢相当的淳朴，待人真诚，性情中人小拄着实在木纳雕刻联展，会当讲是一拍即合。李宗霖老师以台湾早期农村朴实的生活形态和风俗民情作为创作的题材，作品蕴含着农耕的乡土气息，深刻展现着农村人物刻苦耐劳、淳朴和敦厚的精神，更连接着李老师对着土地的亲情。创作得主得到国内外各行木雕艺术大奖。李吴中耀老师曾经获得石雕大师辜明传先生的指导，最新伫咧石膏雕刻创作作品相当生动，意境深远。不只是具有传统石雕的质朴之美，造型更是充满着现代感。每一件作品透过伊相当精致的手法和卡梳，将高山内林卡天性电脑布局。江宜地检署欢迎民众把握难得机会，做伙前往欣赏精彩的木雕联展，享受一场难得的艺文盛宴。最新新闻，中央网王小山、江宜市采访报道。